大家有在听吗？很多人说蓝绿一样烂，投谁有差吗？这样不行。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伤害台湾民主吗？就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人。对政治冷漠的下场，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。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绵薄之力累积起来也会有巨大的影响力。1月11号，为了台湾，回家投票。